你能不能收拾一下？我哥要来。来来呗，他已经在楼下了。不早说，小子不错，没饭蛋来了。啊，在看啥？痴痴的眼神锁定我，嘴巴咬一口。你干什么？你整这出想干什么？你就想当我嫂子啊你？你懂什么？这干什么？犯什么神经啊？我觉得地还是有一点脏，个人有一点洁癖的。被吓到，这小区车好难停啊。确实，全是灰。你整什么幺蛾子？我平时就喜欢练练瑜伽的呀。你放屁！走走，不行算了吧。哎，勉强成功了。没事没事，哥哥练的双人瑜伽吗？啊，在那边。你有必要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别坏我好事。痴痴的眼神锁定我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平时都喜欢看书的。你什么时候看过书？你书拿反了、啊、我平时都喜欢倒背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、我现在下午接你啊。他来了。谁来了？我女朋友。他们为啥这么高兴？李罗的，你刚才讲的哪些？他竟然听懂了。不是，来，让我用普通话帮你解释一下。师傅，你喝多了怎么回去？你点头干嘛呀？他说普通话。你说他们这边是不是一笑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东北人不都挺能喝的吗？哇，你喝不下了。有被挑衅到。你这话我不乐意听了，谁用这玩意儿喝呀？东倒西歪，喂，你好，我们要打烊了，你们请买单。买单之魂觉醒。我力气真大。又耍我卡。詹琪，你下楼给我取个东西呗，我哥送你。你哥都有女朋友了，我不去。他分手了。那我现在我就收拾一下。哎，不是你收拾啥呀？你收拾！我跟你说，就算我哥分手，也轮不到你当我嫂子。哼，不收拾就不收拾，谁稀罕呢？我对你刚才不感兴趣呢。那你快点！没拿手机。他在这儿干啥？狗狗碎碎的，衬衣变成了裙子，裤子消磁术，还能整个发型，很难想象他出门的时候还是个土包。这简直就是卖的扣。等等，他借我哥穿这样想干嘛？这又唱的是哪出啊？可算把我东西拿上了。你这样谁敢上来？这咋直接上手了？给我哥吓死了。强拉硬拽，我的妈呀，咋真给整回来了？满脸情愿，和蔼可亲。膝盖都冻红了，你懂什么？这叫风度。然后不要温度，漂亮，你懂吗？洗脸了，加银，好看吗？对不对？嗯，俩小时就得还回去了，我一会儿得拍点照片啊。我化个妆去，你借给我跳快点。不是，你得把秋裤穿上呀、啊。你妈逼你是有道理的，那我还腿了。我妈逼你也逼，就不穿。你厉害，看我怎么治你。喂，阿姨。啊，是天冷了，得穿秋裤了。啊，阿姨都感冒了。啊，知道阿姨。阿姨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啊。反转镜头。给我拍两张照片。来来，好。到。静静看着你吹牛逼。快拍，别说静静。那你爸不那说你吧？我爸。我爸那更不行了，他在我们家他得抬狗号头。
笑不活了。哎，快看看我这不穿秋裤的腿，漂不漂亮？美不美？没那个顽固思想，非得把他们的思想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拍好没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看看。炸！爸爸妈妈，我真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我。东北烧烤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干啥呀？点餐呢。这里，二七网络。来点羊串、猪五花，然后再来那个。你玉米帮我点个十串。妈，我吃十个苞米。不，你吃少点点，那个苞米吃不完。吃得完，你们信我。少点点，你少点点，吃不了你再点，行吗？对对对。小啊，被玉米粒串震惊了。我说了吧，点十串，你们信我的，哪还够吃啊？够吃，都给你吃。这里穿多费劲呐！哎，你瞅这鸡爪，真没礼貌。大口吃肉。老板，来条大蒜。烤大蒜。啊，不是。一口肉，一口蒜。你真吃啊？吃肉不吃蒜，加饭炒一半，你不知道吗？就像我们这都是炒菜，没人吃蒜吃的，吃完嘴里不会有嘴味吗？努力炫饭，努力吃蒜。帮您换一下。哎哎，我还没吃完呢。这姑娘她都是放垃圾的，碗还是放吃的。若有所思。有啥区别呀？俺也不知道。老板，再来箱啤酒。十二瓶喝下了。啥十二瓶？十二瓶一件而已，一箱二十四瓶。一箱十二瓶，两箱才是二十四瓶。一箱二十四瓶。你给我数。十秒带你回顾国庆七天，干什么？今天要出去玩？今天小姐妹结婚，我去当伴娘。第二天，你今天要出去玩？不是，我表弟结婚。第三天，干啥去？我表弟结婚。你表弟不是昨天刚结了吗？另一个表弟。第四天，现在这人都不知道咋的了，还结婚弄扎堆呢！我天，团购便宜呀，是咋呀？今天谁结婚啊？今天我同学结婚。第五天，你借我点钱呗，你不刚发工资吗？国庆一共就七天假，我得随八个婚礼，还有个生孩子的，我一个月就五千块钱，哪够啊？放假比上班还忙。第六天，你干啥去？参加婚礼啊，大晚上的。二婚的，你不也认识吗？没叫你啊？我给忘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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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七天，拿镯子干啥去？还有人要结婚，我实在是没钱了。我看看他值多少钱。炸！哎，不必，不必，不必。那晚了，没带手机。又来了。这么贵东西，我不肯给你买的，我告诉你。被迫购入。服了你了。母猪进食。哎，詹姐，你看。炸！张晨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是不会给你买的，我拿着给我放回去。这我喝过了，你不买谁买？你瞅你的嘴湿的，花不拉几的，你等着我给你拿纸。哎呦，啊！没付钱，你付不就完了吗？大言不惭。哎，张姐，人要丢了。张姐，完蛋了。张姐，炸！张姐，你看这个为啥付不了钱？你看。